要是说圣诞这个节日，顾名思义，就是，传统中传说的要是说圣诞的日子。啊，佛经里描述，那么在这个未来的世界里，来帮助普度众生的佛，即是药师佛。那么药师佛在他就是行菩萨道的时候，他发出一个愿望。这个愿望当中最重要的一项愿望，就是一个我称为叫大光明的愿望。哎，他希望说，他或者是有缘的慈悲众生，心中发出光明，将自己的身体，就叫自身照亮。那么自己这个身体被照亮之后，这个光芒再向整个的世界宇宙放射出去，这些光芒，再把这个世界上一切的有缘的人，都像他一样，这样点亮起来，让一切众生就不在黑暗，都在光明之中。这个大光明这个概念，几乎是开悟、是学佛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形象的概念。这个光明是一种比喻。啊，一个有智慧的人，那就是有方向、有定力、有方法、有无限的目光，还有微细的目光，小的看得清楚，大的看得明白，黑夜看得通透。啊，也有人把这叫做慧眼，智慧的眼啊，大家都光明了就不愚昧嘛，光明了就有智慧呀，就有觉悟呀。就不会做错事啊，不会制造痛苦呀，啊，就能离苦得乐呀，啊，比如说不会为事业痛苦，不会为爱情痛苦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几乎他好多事情都是不能障碍他的，药师佛，所以他的愿望正是大光明，用这个慈悲智慧的光明，去帮助和点燃一切众生的慈悲心，慈悲心升起，啊，大光明发出，发出慈悲智慧的光明，啊，这个人呢，就开悟了，啊，就不会受苦了，就没有障碍了。跟药师佛学习，就是学习他这样的一个光明的心。那这个光明心是什么心呢？是慈悲心，是不是遮起来的、看不见的，而且人人都可以看得到的，那就是大慈大悲。它是得道天道，超越天道。天道循环是指什么概念呢？弱肉强食。白天黑夜，好坏因缘等等，这些是天道，也叫自然规律。而佛的大慈大悲的这份大光明，是超越天道、弥补天道的。本来你应该是重病缠身的，本来你是贫苦贫寒的，本来你是一个被业力啊，和无知障碍着的，但是你只要希望是获得慈悲，你一定会获得光明，一定会获得智慧，一定会改变你原来的注定的那个生活的状况。啊，所以我们就跟他学，就能得到这样的一种果。啊，是。而且可以说，你只要发出这样的愿望来去学，
就能得到。佛菩萨或者圣人给予我们的、教育我们的，我觉得无非就是看待事物的角度、高度的不同。同样的事情，角度、高度的不同，就会带给我们完全不同的感受。用这样的目光看待事物，就会更加的完整、完善和圆满，不会图一时之利，不会动一时之情，一切都是在一个更加长久、宏观的计划之中，去做事与行为。佛陀的教化，有如夜空中的明灯，将一切黑暗的角落照亮，照亮整个的世界，照亮人心。我们肉眼不能看到的，凡人不能想到的那些世界，那这样的光明，我们称为大光明，更是大智慧，也是大解脱。所以趁在这样的一种殊胜的时间、殊胜的日子里，我们要去学习慈悲，迎接慈悲智慧的光明，给自己最爱的人，给自己最喜欢的、最疼爱的亲人，在这个殊胜的节日里，在药师佛前为他，就是为你那个亲人点一盏，或者是点多盏灯，为他们点灯，把最美好的光明、智慧、慈悲就送给了你那位亲人。在好多年前，在西藏的寺院里，小寺院不大，有一天一位中年的母亲，我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就拿一个大铜碗，铜碗呢里面全部是酥油，往那个小铜灯里头滴那个酥油，这是净香油，点灯照亮佛。他一边往里滴这些香油，一边眼里含着泪，但这个母亲并不老。我就好奇，我就问他，您是有什么心愿呢？在药师佛前点灯。他说是为了儿子，他是一个，他就是他丈夫啊，就已经去世了，可能很多年，他一个人养活儿子，好不容易养活大了，那个时候就是高中毕业了，去城里啊，离开家乡去城里打工，儿行千里母担忧啊，可怜天下父母心了，他也担忧他的儿子，但是作为西藏人呢，都有这个信佛的这个传统，尤其对药师佛是特别的恭敬，所以他想起来到药师佛前点灯。我这样问完他之后，他一边往上滴油，一边在那说这个恭请药师佛，我在药师佛前点灯，将佛的脸庞照明亮，让我的儿子心中永远都有光明。从现在起，我的儿子我就交给药师佛了，你要
就是祈请药师佛能把他的一生来引领。我好感动，好震撼。哦，当时我是想不到的，他等于把他的儿子交给佛，你在尤其是在关键时候给这孩子一个指引。那个时候我也是个小孩啊，我好感动，我也想到我妈会不会也这样啊？因为一个年轻人啊，有的是足够的精力，没有的就是经验，没有人生的这些经验和哲学，不懂怎么做人，在很多关键的时候不会做事，一个好人变成坏人，一个好机会会浪费掉。有很多过去啊，那些成功的那些大人士啊，包括当代成功的人士，关键的时候他做了正确的选择。可是有的时候这个正确选择，在当时选择的时候明明选的是觉得还不好，可是结果就是好的，这就是有神明指引。现在说我过去认识的一位，那个时候还年轻，一个大姑娘，这个女同修呢，年轻的很漂亮，很招人，长得漂亮嘛，女孩嘛，哎，也是很多人介绍男朋友，她就爱不起来，哎，结果在外面什么吃饭还是买菜的时候，哎，她的东西扔了一地，哎，那个服务的小伙子帮她捡。从此两人就认识了，他就想和他往来，就往来结婚吧。一提到结婚的时候，小伙子就说：“我是农村出来的，我们家特别穷，我爹都死了，剩下个妈还发傻，我所以出来打工。”这姑娘长得年轻漂亮，家里也有点权势地位，这姑娘就爱上这个贫穷小伙子了。全家人都反对啊，绝对去阻挡，不行。那个穷小子干嘛？结果现在那位穷小子成为当地首富。我说的这都是真实的故事，不是在编故事，不是听来的。所以一个成功的人，关键那个时候如果有这个神明指引，哎，你就关键时候选择了正确的道路，人就成功了。所以我在去阅读历史上好大成就的那些人，都有很多种巧合碰到一起，才使得一个普通人变成一个不得了的人，甚至过去一些帝王。所以如果有神佛指引你，哎，你关键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智慧看到20年之后怎样子呀，哎，就神佛拉着你去走那条路就是对的。所以我在西藏碰到那位中年母亲，把他的儿子就我去交给佛了，我在佛前点灯照亮，其实照亮的是儿子的好前程啊。关键的时候，哎，那个佛力的那个指引就产生了，明灯啊，就是今天我打一个特别亮的大灯笼，在夜晚走夜路，我就不会掉到坑里去啊，我就不会摔坏啊，我至少还走正确的路啊，哎，对，所以这光明有这个好处。尤其是我们把这个我们的人生交给神佛的时候，哎，我想如果神佛真接受了的话，你就有福了。所以我们跟佛陀学习光明，大光明，大智慧，哎，有了这个大光明大智慧之后，我们的大脑，我们的精神世界是明亮的，就会
做对事，走对路，交对朋友，选择了正确的人生的这个方向，这不叫机缘巧合呀，叫神灵护佑啊，你非成功不可。所以把我们的生命，把我们的最爱交给佛菩萨，那我们聊表心意呀，在佛前点灯，将佛照亮，就照亮我们的人生好前程。所以在这个神佛前表达自己的恭敬之心，不在于穷富，有心意上的供养，心中的供养啊，那有供养恭敬的心意，佛同样收到了。你心中那份愿望中的供养和实质性的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有那个供养的心，哪怕一片树叶，一朵小野花，一杯清水，一份真心够了。关键再有这样的心，所以我们的烦恼最多也是来自于心。我们想解脱乃至供养的还是心，所以心很重要，也因此叫做发心。为什么也它称为药师佛呢？我想它的最大的药方就是慈悲的光明，也叫大慈悲、大光明、大智慧、大解药，救人的一生，救人的生生世世。他用这种光明的、大光明的、大智慧，救度了和杜绝了你所有的疾病问题。因为人的疾病主要来自于精神啊，精神中无限光明之后哪还有病。所以佛陀都称他为叫做大医王，所有的医供他为王，因为医是给我们医病的医生嘛。所以吃了他这副药，用了他这副大光明大慈悲的药方，能让我们生生世世不生病，永远解脱，永远活在这个大慈悲大光明之中。所以希望大家到药师佛前表达自己的真心，愿药师佛护佑你吉祥如意。